好像看看有没有什么不文明现象啥的。哎，哎呀，扔垃圾！哎，三儿。啊，哎，哎，那人杠呢？等会儿。哎，哎，那个整弯了都，那块不让车。这掰了干啥呢？这块不让那个玩杠那块，就写的禁止攀爬嘛。跟你有关系吗？你就是攀爬跟你啥关系啊？就愿意爬呀？对，我有事儿吗？没事儿，你走。嗯，你愿意爬吧。那边有抽烟的，等会儿。嗯，哎，这边不让抽烟，说听不着话吗？就这边说不让抽烟，一边去，啥意思？哎呦我！哎呦我！小罗街头挑战不文明现象。